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已经在星期四宣誓就职，再次担任总理职务。他三年前一次党内斗争当中被加拉德赶落台。陆克文在党内选举击败加拉德之后不够一日就宣誓就职。在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党魁改选当中，陆克文以57票对45票获胜。在改选结束之后，澳大利亚首名女总理加拉德宣布退出政坛。据民意调查显示，工党面临反对派强大挑战，并且可能在9月14号的大选当中严重受挫。分析人士认为，陆克文比加拉德更得民心，有助工党在大选当中获得更多国会议席。